朋友们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已经回来有好几天了啊。真的要出发了啊，老在这里也不行啊。不是，我不想在这里陪着大姐啊，只是她真的实在，她一定要开车的，她不开车的话，我们动不了，老在这里不行。我还有一个四川的朋友，他都已经到达川藏线了。现在在等着我什么时候过去，很为难啊，很为难。刚吃过饭了吗？在干啥？在那个，在搞那个针，哦，热敷啊。在一个搞开水来敷啊，要敷烧的开水来敷的。哎呀，有一句话真的也想跟你说，但是又不想跟你说，有点难为你觉得。没关你系，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车啊，现在能不能开？我来试一下吧。如果能开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发。那我因试为一下。你试一下吧，实在在这里我们也不能长期待，下个月就到夏天了，会很热很热。你试一下吧，这是绑我的。们现在必须往前走了。那我试一下看能不能开，不能开你就先走好不好？你先试一下吧。小心啊！你试一下吧，看就是能不能勉强开。其实不需要走多远，走多快，我们只要每天走试二一十公里。下那个油门跟那个左闸能不能踩？能不能踩这两个？主要是路上要踩刹车。小心啊！哎，把这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。小心啊，小心！那是左脚嘞，你是管。试一下，脚现你在看能我不能左动？脚只管一个，我的右脚要管两个。就首先我这个要踩这个。好不好踩啊？你换一下。这好踩吗？不很痛，但是还是不能转弯呐，这走不成那呐，不它行，那这算个了脚吧。转到这边的时候就不行，那算了它吧。一个脚要负责两个地方啊，这，那算它的还话，要，这样也危险。到时候在路上你要踩刹车，对呀，很就危险。是踩刹车的这个拿过来，从油门踩刹车的这里不行，那啊。下算了吧，别那就那就那那那那，你先走吧，我昨天啊前天就跟你说了，我说我先不拖累你了，叫你先走，你一是等我又等了两天，哎，我现在还真不能开车，来使不得力呀，没办法了，你不能耽误你啊，是吧？你说嘞？朋友们，是啊。看呐，试了，看他这个进度，估计没有几个月好不了。如果硬要他这个勉为其难的开车的话，估计对他这个脚的恢复很不利，很不利啊！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觉得他这个最多就是再休息半个月应该好了，因为已经休息了半个月了。不走，已经休息了8天了啊，再休息半个月，我就先往那个这个四川那边走，去成都那边，往这个西藏那边我就先走，然后我就在路边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的话在前面等他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只能这样了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张妹，对我呀，说的，我前两天跟你商量了，我都叫你先走啊，我这一天两天好不了啊，我估计你最多，你又等了我两天了，等了两天了，你现在你说不能老等呐，你到月底应该好的差不多的，那你先走了以后，我斜了，我的腿好了，我你再再，追上来对对，我再去，我们再结伴，再继续下一步的旅游啊。那你在这里能照顾好自己吗？那还要想办法活呀，这个人，那不活了吗？这个菜呀，你去了也菜怎么买啊？你？
那我现在就去老百姓家里，谁来这里玩的时候就跟人家说，看谁家里有菜就跟人家买一点呐、啊，讨一点呐、啊，买呀、哦。然后看谁家有什么菜的，我就跟他买一点嘛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住，这个那你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，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，我就只能在前面等你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不能把你来把你的时间老是，不能把你的时间老是耽搁呀，是吧？我就先走了，我收拾一下。我就走了。啊，因为这里的话，就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，别走路，晚上别走路。知道吧，不要用这只腿走路。买菜的话你就说要别人帮你送嘛，是吧？这里有水，是不是？老朋友说他们家里有菜，我就给他们买一点。反正的话这里也好，你回去的话有没有人照顾你？应该很快就会恢复的，我到时候呢我就走慢一点，我就去西藏路上边走边等你，好不好？我边走边等你，我走慢一点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几天能好，最多一个月，朋友们都说最多个把月就能好的，个把月就能好的。我在前面等你吧，等到时候能开车了就开车来追我。可以好了，我就跑高速来追你。可以好了，我就跑高速快，一下就追到你，行吗？有点舍不得你啊，大姐。感谢你最近一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给我做饭了、洗衣。
最多跟他分开一个月吧，他到月底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先在前面走吧，在前面慢慢等他，他到时候康复了的话就他再追过来，我觉得很好。他如果一直跟着我走的话，他这个开车对他的这个腿啊真的很不利，他就是不用康复，所以我在前面先走的话，我在前面先等他吧，我就慢慢走吧。真的是不是我要扔掉大姐啊，朋友们，只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非常的好，我先走，然后他再后面追过来，他的伤到时候也好了。祝大姐早日的康复吧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去西藏，去这个新疆，我想应该不会等很久的。